跑跑姐你要跳舞吗？你知道吗，欧阳靖哥哥永远是这样，他24小时的这个精神爆棚，你发现没有，你是所有哥哥里面最闹的一个哥哥。幸好不在我这队，我们的整个阵营有了靖哥来了以后，我们集体都是充满满的电了。我补一句了，我觉得这个队长真的是 perfect 的队长，不管是30天都肯定会有烦恼，重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你能不能保持你的正面乐观的心态。所以我觉得不只是我可以希望变成你们的充电宝，我想说的就是每一位哥哥在这段时间你们都是我个人的充电宝，在包括支持披荆斩棘的哥哥，所有的观众们，你们每一位都是我们的充电宝、谢谢、所以真的每一位哥哥看到了我们的靖哥就觉得真的像被充了电一样。I love this guy， 真的，我觉得这种 Oh I love you I love you 也不可以随意说，所以我会想到的就是会不会6000-7000天后，如果你有那个女儿的吗？有，我有两个儿子。哦，明白明白。噔噔噔噔。Don't forget lucky. I can't. 你有没有兴趣考虑啊？哦，可以。交给老天的安排。但是我有一个想法，那天你有没有兴趣在一个婚礼里面，我们两个爸爸的出来 ？One, two, three. 啊，你要跳舞吗 ？Let's do it. Yeah, I love you, bro. 所以这人生最美好的时刻，谢谢，也谢谢两位哥哥。Cool. 谢谢。谢谢、谢谢，辛苦你了。你去哪里？再跳一遍吗？够了，我3万，我发现这个舞台之后，我可能可以再等3万天再跳。